我很喜欢安婷，我照顾她，我很有成就感，很开心。啊，我希望她可以跟我一起走下去，到老。真的假的啦？答应吗？答应。何安婷、王俊基、赵圈圈。生命中多了一个重要的女生了。这个是蛋糕，象征的圆圆满满。然后这个苹果礼盒就是平安，平安，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。淡水的名产了，成双成对。我很喜欢安婷，她也帮我很多，她会互相照顾，她跟我很像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。那又能互补啊，我会的他也都会，然后我照顾他，我很有成就感，很开心啊，我每天看他笑我就也很开心啊，我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走下去到老。阿公可以吗？阿妈可以吗？爸爸妈妈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讲的好感动，我都想哭。应该可以吗？可以。我那个现在这样讲话，我之后就会恢复正常。对，阿公谢谢了。刚刚都谈得很愉快，哎，没有人反对啦，没有人反对。新郎新娘拢伫遮，小酒朋友甲亲戚，若是想要包生囝，大家掌声拍好啊！开心吗？开心。看完自己提亲讲的那段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看完自己哭成这样，失焦了。自己看完自己哭成这样。